萌萌的大熊猫有轨电车组装上线了，我们接着来看榜单的第二条。前两天，都江堰 M-TR 有轨电车迎来首批车辆进入调试阶段。车身呢是以白色涂装为主，汇集了不同姿态的熊猫，有大熊猫玩 iPad、 大熊猫乘凉、大熊猫挑水等等。内饰呢是蓝白相间的组合色，座椅也印有熊猫头像，并配有可爱挂件。车辆额定载客292人，最高运行时速每小时70公里，可以在隧道、地面、高架桥等不同条件下运行。都江堰有轨电车项目主线全长14.213公里，其中都江堰支线全长约3.393公里，熊猫谷支线长约2.4公里，全线将新建车站28座。据了解，都江堰 M-TR 旅游客运专线于2017年开建，首开段玉塘南至融创立交桥段有望在春节前试运营。这样可可爱爱的有轨电车，您爱了吗？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进入四川观察直播间，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。